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四月七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康兴祖。今次开始，咱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新增加183个本土病例，创下今年以来高一级的新高。新北市占上座有71例，家人的小食店均住感染，即马累计已经有205例。啊，若本土病例内底轻症也是无症头的感染者，占99.8%，重症无啥济。但是中是表示，对国内外数字来看，拢会当证明讲Omicron已经轻症化。环保局警员分别来到藤红区的东竹国小和罗竹区的开南大学进行抢修，因为新冠本土疫情搁起来，国内几啊间学校拢推出学生确诊，初三搁增加183例本土确诊病例，创今年来单日新高。其中家人小食店延伸群组案增加40例，三甲亲友群组20例，新北中和某公务社区群组增加14例，大潭电厂藤红某电商工作室分别增加8例和4例，藤红舞蹈老师群组增加9例，台中戏剧相关有16例，另外新通报疫调中的个案也有66例。好，各界关注欧盟狂感染已经流感化，以这样的一个数目，一两千人的数目不足以来说明说它已经是流感化，但至少我们知道现在目前来讲重症的比例相对低。但是中表示，为国外和国内的确诊数据会当印证Omicron已经轻症化，只是对保守疫苗的高龄者威胁有很大，也不过也因为境外移入以旧案加轻症较侪。经过专家会议讨论，指挥中心同意将改革条件合理放宽，即日起新感染也是头一摆 PCR 检测 CT 值比30较细个案以。离发病日也是筛检日已经达到十天条件，另外七天内大过定义30个旧案已按抗体阳性条件。估计大概有20%左右的这个感染者呢，事实上是不会产生这个抗体，包括 N 抗体在内的这个抗体反应。那但是他在后续的这个检测，事实上都是符合阴性或者是 CT 值大于等于30这样的条件。除了改革条件合理放宽，感谢以注意表作为放宽接触者考虑的依据。但是中共确实咧建议作为标准之一，也不过也爱看民众的自主应变能力甲快态配合度，那做得好了后对接触。在考虑返回都会较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本土疫情也在传。花莲县的消防局是证实讲，昨昏有一个消防人员验出阳性，目前有17个同齐上班的队员甲同事防考虑，会去找其他分局来斗卡手。防考虑的17个人内底有7个消防人员在做居家隔离，另外10个人是在做自主健康管理。到昨7点已经采检13个人拢阴性。为了避免疫情扩大，花莲县的消防局讲，对今仔日开始会甲外勤分作两组来减少交班。啊，那内勤的人员4月7日开始嘛，是分组分开办公、分开所在办公。啊，那去防卫掉的这个消防人员的感染源，即马也搁在找。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冷气团会减弱，各地温度会回升，也毋过伫中南部到大蒙，各地早暗较凉冷。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敢若10.1度。咱做伙来看温度。今日开始到礼拜三，西半部拢是好天，稳定的天气，敢若东半部有局部低阵雨，高温是20度至27度。啊，那西半部日是暗时温差较大，今日透早的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敢若10.1度。今日早起，中南部会到大部分云会较低，会影响能见度。气象局毛针对台南、高雄、甲屏东发布大雾特报。明仔清明天气是温暖舒适，啊，那今仔日加上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落10-18度，东半部有局部低阵雨，中南部是晴云到好天。这礼拜天气拢袂歹，温暖阁舒适，干那拜是有微弱的东北风会较微，食方面云会较高淡薄啊，卖落10-18度。拜五到礼拜日西半部阁会恢复好天，稳定的天气，高温拢有伫25度以上。寒风山七三中道只有2.2度气温，雨点拄到冷空气变作细，一直落。美西雨姐来到上雪楼，游客看了到地拢真欢喜。美西落来一阵雨，雨水拢冲扬去。不过适应的天气出来佚佗也算意外收获。气象局讲，清明连假第三天天气开始较好啊，不过东半部依然有短暂阵雨。另外，即个中北部受辐射冷却影响，空旷所在透早依然有14度气温。连假最后一天是一份好天，七六上班到七九七十。是好天气，高温是28到29度。
欧亚一周目前来看，有北边没有比较明显的天气系统影响，所以从明天白天开始一直到整个六日的话，温度都是呈现逐步的回升的一个状况。高公局预估，连假第三天以上百车流为主。因此呢，在西部地区的民众如果要北返的话，南部地区出发的民众要尽量是在九点以前出发。那中部地区北返的民众建议是在十二点以前出发。国五北返的民众则是建议在九点之前出发。山外界在地上运行顺畅，公路总局市区工程处预估，上北车流高峰会在初时早起十一点时来出现，塞车情况恐惊继续到初五的透早。伫中环公路台北线117.4公里，关元段因为几啊天的落雨造成路石一直落来，加在无人车调伫遐。公路总局讲，初三下晡五点了后实施暗时的无间封闭，请用路人改行其他道路。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因为八八洪灾登起的台积集线，南环公路高雄梅山到台东向阳便道，大约44公里，44公里长的路段受创上加力。经过十二年八个月修理，这个月底打算会当完工，专线会当恢复通车，麦当大大减少民众对高雄到华东的时间。来看联合报，大学的个人申请第一阶段结束啊，顶一日已经结果出来呀。有，还过有13734人无学校通面试，干那会当拼七月份分科测验的考试。因为第二阶段的面试会配合新课纲内底有看学习历程档案，这个新课准备三档的学习历程档案，即马有万通的学生因为无机会面试，所以才学习历程档案等于是白做的白了工。有人就怨叹讲，未输咧做心酸的。来看中国时报，年底九合一的选举，哪里拢在抢票？即马上阵有持宠物、有持动物派民众的票，在野党是拢支持加保护动物加入宪法的征集。啊，那农委会嘛投入1亿5000万伫漳浦成立宠物管理科，被照顾宠物的福利。继续关心疫情，本土疫情继续的滚价，新北市漳浦加71例。是全台湾上多，其中三甲某一间国校啊，体育老师这条传播链继续的扩大，佮新增加41例。啊，那台北市昨昏毛加19例，搜狗百货公司的中号店嘛，传出有6个人去划掉，即马是赶紧发出7万条警讯，提醒可能有接触过民众，最近爱注意健康。大炮型瀑布消毒机沿街一直消毒，因为基隆本土疫情大爆发，基隆市环保局派出几啊台消毒车，全市几啊乡政府来回一直清消。基隆初三各增加38例本土确诊个案，其中中油永嘉技术大学14人着病，李姓中学群聚案增加2例，基隆小食店群聚增加6例，基隆警官群聚各增加2人。有关雷破胎，基隆市长林佑昌认为，雷破胎这个名称引起真侪民众误会，将这名全面防疫爱心体检，各伫初时下昼提出完整计划。这个筛检必须要去标签化，之后不要用一个类普筛的这样子的字眼，因为它是属于自愿性的，是民众自愿参与。本土新增病例上侪，新北市一款啊增加71例，尤其三间某国小体育老师传播链扩大，各增加41例，包括四间学校3名老师、32名学生甲6名家长调病，累计总案已经有60人确诊。不断的扩大框内，扩大裁剪。又裁剪出来有41个，再加上他本人1个，总共这个个案从老师引起的个案就达到60个。台北市增加19例本土，包括桃园舞蹈老师传播链2例，其中喜酒传播链相关有3例，另外搜狗中号馆群聚增加3例，接触确诊者增加4例，另外不明感染源增加7例。放宽解隔离就是会有漏网之鱼，他认为确诊者会继续上升，所以没有办法再用严格的标准。对于指挥中心防疫政策到底是要清零，还是要甲病毒共存，台北市长柯文哲甲新北市长侯友宜拢认为中央应该爱讲清楚，袂当干那有口号。记者综合报道。那台中吃喜酒的传播链，昨昏是新增加16例，主要是传到新竹湖口的仁慈病院，造成病院内底的群聚感染，目前有9例。那台中嘛有公布4例，其中有2例同款是吃喜酒这条传播链传出来的。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大消毒，台中婚宴团部临时继续扩大。台中市长卢秀燕公布，台中市初三新增加四例本土确诊，其中两例甲婚宴的团部联手关系。这是进前公布的台中个案的家后，也有伊的囡仔。他们是一家三口一起去参加VVG 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所举行的婚宴啊，所以一家三口。都确诊，也有这两例分别是桃园电商的互相收的案件接触者，另外一个是也无案号，是一个两岁外囡仔，因为伊甲妈妈去花莲旅游，甲确诊者有接触哩确诊。也阁有对着婚宴团报联，台中市卫生局对这个 VVG 餐厅甲饮酒店各罚15,000元。也阁有这新竹市是新增加一例，这是一个十外岁查某囡仔。是关东国小合唱团社团的同学，他因为居隔期间出现了发烧等相关症状，由阴性转阳性，因此他也没有公共场所的足迹。另外，伫新竹县初三是新增加15例，其中湖口的林族病院院内感染就占9例，初步来研判是台中婚宴团报联拖到护理师确诊案例所造成的。湖口林族病院宣布全院感染出去袂使入来。也扩大包列采检，并且增加这个采检的次数，希望会使防堵疫情。整栋医院大规模消毒，也进行分仓、分流，还有分区哈。那尤其有要求医院的医疗服务要来降载。大潭电厂新丰义工宿舍团部连续增加5例，不过拢是伫特殊隔离期间阴转阳，对社区影响无大。另外一个是屏东确诊相关，另外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台中婚宴团部连在初三就新增加16例，整体来看新增加较侪个案，也是拖到病院互相相偎，必须要多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在国际上要紧，甲乡亲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超过4亿90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17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新增加280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24,312例。中国的病例包括过香港有超过150,000例，日本是超过671万例。韩国即马是超过1,3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三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8,1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2,9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100万例，法国是超过2,500万例。来关心中国的疫情，即马中国疫情真吃力，一天通报超过10万例。上海是先替民众做抗原快筛，刷落来阁做核酸检测。另外，较害是即马伫苏州有发现另外一个全新的变种病毒。中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阁在增加，4月初二新增加本土病例13,146例，其中无症状感染者是11,691例，这是中国这波疫情3月阁在爆发了后，头一摆一天的确诊人数超过10,000人。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各地报告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45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1,691例。其中疫情较严重的是吉林甲上海，吉林有4,455例，上海有8,226例。其中上海无症状感染者有7,788例，已经封城的上海由疫情继续清关，初三在全市进行抗原的快速检查，初四进行全面核酸检测。上海市常住人口大约是2,500万人，这项检验计划工程真大，特别调集附近省份的医护人员来支援，希望说经由全面的检验来阻断病毒传染链，达到动态清零的目标。国家已经派了医疗队来援助上海，那么兄弟省市的医疗队呢，首批的江苏、浙江、安徽的医疗队员还有采样队员呢，已经先期抵达上海。另外，中国江苏的苏州市疾控中心表示，3月28日的一个轻症确诊病例发现全新的病毒变异株。3月28日发现的一例轻型确诊病例，其感染的病毒是奥密克戎新变异株，和全球已知毒株均不同源。当地政府讲，这个变异株是奥密克戎变异株 BA.1.1 进化分支，即阵伫全球也未出现过过度动员数列的分支。当地研究机构正伫进一步分析比对。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区的城镇，和俄罗斯的军队遭踢凌迟，几啊路拢尸体，真侪国家即马是谴责俄罗斯的暴行。乌克兰嘛在收集证据，打算要去国际法庭。也毋过俄罗斯对外是否认讲，因无攻击老百姓。伫咧布查镇的路边，人看到真侪尸体，对尸体情形看会出，不予人入太过。BBC 的记者讲，伫咧路边就至少看到有20具尸体。美联社报道，有看到几多位平民双手绑在身躯后边，予人近距离枪杀，也阁传出女性和俄军性侵。乌克兰政府已经开会讨论俄军犯战争罪。Що це ніяка не спецоперація, що це ніякі там якісь поліцейські дії, це звичайні расисти-фашисти. Нюрнберзький процес буде відбуватися або в Гаазі, або в Харкові, або в Бучі, або в Ірпіні. Окіран Чінгу Гонг, яка ці гуан Чінгу гав ху гонг цей хінсу хва тінг дяо за, і банг і чен чін цей кісо Голосу Сьонгван Лінгван. Які були скоєні російськими військами в Бучі, Ірпіні, та Гостомелі. Ці міста, які звільнені, являють собою картинку із фільму жахів. Намагання там забрати золото, коштовні речі, коври, стиральні машини і так далі, і так далі. Ми годі вже говорити. Це безумовно на себе довраховано і прокуратурою України, і правоохоронними органами, і міжнародними кримінальними судами. Ти цю гору судом ходим, кому не бати пінбін танчів, кому кігай донсі окіляне кунсу сісі. Сегодня утром высокоточными ракетами морского и воздушного базирования уничтожен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и три хранилища горюче-смазоч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районе города Одессы, в которых осуществлялись поставки топлива для группиров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йск на Николаев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法国总统马克宏讲，看到这款死亡的相片，让人无法度忍受。英国首相强生认为这是卑鄙的攻击，是战争罪证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讲，敢那是家己的巴肚，让人拍一滚同款，真艰苦。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讲，会协助保存俄军暴行的证据，并且进行制裁。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那联合国是表示，俄罗斯发动战争以来，乌克兰已经有超过1000万人离开家园，这是占乌克兰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些人面对战争，恐惊嘛已经造成心理创伤。世界卫生组织就表示讲，除了要关心这些人的食和穿，嘛需要给因心理治疗。塞红衣车拖行李，乌克兰难民到波兰的边境，待在临时大布棚里面。天气真冷，避难所提供烧的食物，也佮有婴儿用品加铁道米啊。联合国统计，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乌克兰人，也就是超过100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The needs of the refugees are many, and main health problems on arrival from Ukraine. What we are seeing at the reception centers is fever, diarrhea, hypothermia,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cardiac arrest, mental and emotional distress. 除了对环境的不适应。心内压力真大，强要无法度喘气，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一个 NGO 的职工，拢来到布棚内，或者是伫咧难民休困的所在，提供陪伴甲关心，互因的物质有通消透。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走到波兰的乌克兰难民内面，恐惊有一半以上的人心理健康有状况。那大人可能还会找别人斗相共，因个囡仔心智还未成熟，无法度表达情绪，所以就会出现紧张。Hearing gunshots, buildings shaking, buildings falling down, being in a building that falls down, seeing loved ones or other people injured or dead bodies, these are all very frightening and traumatic, potentially traumatic things for children. 在这个教室内面开始上课，来自乌克兰的这个查某囡仔，在一个离罗马50公里的村庄开始新的生活。老师用谷歌翻译甲伊沟通，小儿科医生讲，让囡仔有正常的生活，并且甲同年龄的囡仔做阵上课、做阵耍，是让因身心健康的方法之一。Probably more importantly, I mean community-based support, really providing children with safety, schooling.A structure, leisure activities, spaces where they can feel safe,
spaces where they can feel brave. 除了提供物资的协助，收留的国家也是可以提供更多心理上的支持，协助克服文化的差异，就当如早让难民开始新的人生。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事情，跟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用家裡的國會大選現在結果出來了，執政黨票數領先，現任的總理奧班宣布說他選贏，可以繼續做總理。來關心美國加州禮拜時，加爾路發生槍擊案，造成6個人死亡，12個人受傷。警方是表示，這名開槍的嫌犯現在正在逃亡。来关心咱台湾设计师李正涵有名，摕到格莱美唱片专辑设计包装奖。因伫台顶领奖的时，马宣传俄罗斯台湾是一个正式的国家。镜头搁转来，咱过来，咱来关心清明爱拜拜，乡亲。即马最近去菜市啊买物件，应该拢会感觉讲物件是拢得起价。亲像润饼皮，就因为原不了起价，堆得起。啊，那菜色是因为前一阵啊落大雨，嘛起价真吃力。46个路啊全开，师傅卡手真紧，一下就是一张润饼皮。大年清明前，中华宝岛这间润饼皮老店，拢会全力来赶工。伊今年受到原物料起价影响，店家讲经营的压力愈来愈大，只好对你调整价钱。只是反映在面粉一些原物料的成本，所以一斤调涨了10块钱。哦，应该可以吧？现在物价都涨了。清明假期市场需求变大，不少民众一早起就大包小包的来采购。不过拢感觉物价起价真有感，参与是叶菜类，受到天气影响，起价是起了上多。其中高丽菜的价钱就起了高达50%，高山的甚至就起了一倍。直接种植的蔬菜的农民就减少了。很多嘛，所以高丽菜会上扬，会稍微跳一下，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就会对自己好一点。而其他民生物资，因为国际小麦价钱嘛起价，大同面粉嘛对得起，而包括着白沙嘛起了20%左右，有包括店业者挡袂牢，只好欢迎伫介绍，起了2块到5块不等，某店家选择无要起价，就讲讲影响着民众的消费意愿。花豆从1000多涨到2000多，快一倍哦。对，奶粉也是。虽然调整价格，但是我的销量变多。我虽然没有调整，但是我的销量是变多，反正我的经营压力是降低。原物料起价加上清明假期，需求量增加，带动整体价钱拢起价。店家预估，伫年假过了后，市场需求较缓和，价钱卖相对较平稳。记者台中中华采访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这几天在屏东的垦丁有举办台湾节音乐会，也毋过出现有一个确定病例了后，即马主办单位已经宣布讲，所有活动拢断点。屏东县政府嘛赶紧发出万外通简讯，提醒相关的民众最近爱斟酌自己的健康，嘛爱赶紧去体检。一箱一箱的快速检查器材赶紧送来台湾节音乐会服务中心，室内也赶紧刷所在好放。来到户外，但要检查民众早就已经排队排真长，看不到前方，气氛也有一寡紧张。麻烦一下啦，请你们都回去等报告。乡村的旅游便宜后，真侪民众等在院外要来做检查，相关排队的情形也出现在乡村的南门便宜、连同乡村基督教便宜在内三间便宜，赶紧开设一个检查站，提供收到细胞感染的民众来采检。都打好第三剂了，就是做好万全的准备。那今天是接到通知就马上过来医院这边做快筛。才刚开过来就才知道说取消了，想说过来留个念，然后就可以准备回家洗洗睡啊。原本要进入第三天最后活动的台湾节音乐会，初三早起赶紧来话停，因为出现确诊的个案。2号进入到本县的台湾节的活动场合，被公司的人告知他同仁确诊，他必须接受隔离，然后机警的去快筛呢，发觉阳性。较近的24岁女性是台北个案，23999连续2天参加台湾节活动，伊去过所在拢伫垦丁为主。官府发出上万方的细胞感染，提醒民众赶紧去检查。另外，屏东初三新增加3例，是到高雄机关检疫所恐怖较近的个案的出发人，分别是伊的太太、太太小妹，也有太太阿兄。三个是个兄妹，编号24331、24377。
24378，那24331她是50岁的一个女性哦，其实她是昨天确诊个案24016，就是我们高雄某疾检所的工作人员的太太。这条屏东关户防疫真紧张，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已经发生的代志停办也无路用。未来大型活动，除非是工作人员互相说话，才可能需要来停办。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的本土疫情已经连续三天都超过100例，国家是真烦恼，讲疫情感是够惊起来啊。卫生就表示，虽然最近本土疫情有较侪，有压关，严格也算是伫安全的范围。严格准讲，一天是千关到500人，也是上千人，防疫境界爱升级就应该升级。将清洁消毒的广告放伫出入口，甲民众讲，初三礼拜日全馆暂停营业一天。这是台北湾东首个中号店，3月31日，日本商品店餐店厂商人员身体无爽快，首个遂请伊伫厝隔离，搁伫4月初1日去退订。虽然清明连假期间确诊的人员甲密切接触者拢无伫现场，也毋过首个也是决定彻底消毒，因为国内新冠疫情升高，已经连续三天本土病例拢破100例。引起各界烦恼，有医师就表示，最近本土确诊数挖出来确算是安全的，但不过一旦确诊数提升到500、1000，疫情境界应该升级，都要升级。在国内，你要想这样做，很多不能够出国的人，哈，那其实身体是很弱的，哈，到连登飞机都没有办法。所以说，一旦疫情爆发，深入到他们这些族群里面的话，哈，其实重症率就会整个就提升，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医师表示，一旦确诊指数提升的同时，代表这个数字已经进入高龄，身体差的族群恐怕会超过医疗容量负担，对有确诊者在医疗支持不够之下死亡，也会影响到其他疾病的民众治疗。不过也有专家认为，那关注疫苗人数多，搁得病人多数拢是轻症，只需要加强防疫抵挡。一般如果是你没有接种疫苗的话，你的重症比例可能在10%到20% 之间呢。那我们现在如果打了疫苗的话，重症的比例当然就是可能就1%或小于1%，哦，就是要看我们那个收治的能力是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其实大家看到说啊，100、160好像病例很多，其实很多都是疫情曝光前已感染的案例，不能代表介入以后我们这个 RT 值下降以后新增的传播链的这个传播的速度。医师表示，三会中 RT 值4.2，要么在疫调解决了后，即马降为2.2，未来可能会降到2以下。也就是讲，未来几天新增案例可能依然会升高，要么大约一礼拜了后就会下降。那讲会当压到瓦一，就免伤过烦恼。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镜头来屏东。屏东嘉东农会的历史照顾站，过去有办真侪有意义的活动。今年因办举办头一场活动，是邀请在地农民、渔民来做老师，是开课动手做艺术。参加的时代拢算甲真欢喜。时代真认真咧做手工，甲无爱的粪扫落架变做真有路的艺术作品。因是感觉新鲜，阁有成就感。即个是嘉东农会绿色照顾站今年的头一场课程，民众也烧钱报名。安尼会算轻轻松松啦，快快乐乐的哦，安尼打打做，算个新鲜啦。那我们就指导长辈啊，如何运用家中或是生活中平常可见的一些环保素材，如何制作成一些道具或服装。嘉东农会这个绿色照顾站是配合农委会计划，除了结合健康的概念照顾老大人，也利用在地花草和作物来设计手工的课程。而且今年是特别邀请家己人，包含社区的农民、渔民、在地青年来做老师。今年招生总共有40位的长辈，是我们是希望说带给我们本乡的我们的长辈，他能有一个很热火、很快乐的一个平常的一个日常生活。我们也希望说利用在地的一些资源，然后在地的一些人才，提供他们有一个在发挥的一个舞台。农会未来也要开更加多课程，让农村、渔村老大人的生活更加健康和丰富。记者综合报道。啊，那屏东里港有一户做农第二代一对家弟啊，因是用芒果实来种菜瓜、种瓜啊泥。少年人采用无毒的种作方式，而且伫网络顶头卖，唔免经过大盘、小盘，互中人趁钱。介绍家己种，品质家己顾，但是原来是卖个下下叫。
为民众所看到的这粒菜瓜，生甲圆圆肥肥，真好看头，甲市面上所卖真无共款。这就号做捧果菜瓜。农场主人江玉香共种植这对家弟仔，甲老爸分工合作，节省选果土地，佮教好下骹两人种菜瓜装箱，动作是快速溜俩。一般传统丝瓜就是比较长条形，对我们苹果丝瓜它就是比较短小型，这样都比较可爱。现在苹果丝瓜也比较不会跟传统丝瓜这样比较不耐煮，就是比较会脆了，脆甜这样。对，如果你要直接生吃，你其实是可以直接削皮以后，对，把它切片，就这样吃起来蛮像那种软芭乐。这些捧果菜瓜，唔啦种伫个房啊池内底，而且搁池旁来搞混，规年冬天拢会当收成，食起来清甜啊清甜，瓜啊嘛是又绵啊又绵，一条都通卖到80元。今日刚改另外一块菜园，才种的是瓜泥，甲捧果菜瓜同款，拢是用滴水压的系统。规块菜园维持甲真整齐，优先农法的种植方式，水满落来，青只都无问题。我们标榜是直接在田里，就是可以采起来，然后直接生吃的。我们是用那个安全农法去栽种的，所以它有引进那个蜜蜂跟那个以色列的滴灌系统。对，然后我们行销的部分主要是专攻网络行销，所以那个客源就是来自全台湾四面八方。现在农友开销路求进步，菜色免过大小盘，直接送到厝，介绍农民改订。像这几年品质也好，一斤挺好卖到150元。江玉香表示，除了生产，未来也希望结合附近的风景区，跟学校合作食农教育，要让更多人了解基本的农业知识。记者综合报道。音乐一旦讲是共同的语言，来看一个对自细汉就真喜欢音乐，而且会晓真侪乐器的黄金国。伊退休了后就注心伫音乐世界，伊是揸一台电子琴世界去表演，用音乐甲大家交陪交朋友。舞台顶美妙的音乐声，予大家的听众听甲真享受。金足甲看，台顶并无伤侪乐器。这东西吼、哦。它里面概括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在里面，不管是吉他，不管是管乐，所以我拥有一台电子琴之后，我就本身就是一个乐团。这位乐师是黄金国，自少年就真喜欢演奏电子琴。伊是咧做生意，暗时阁会去西餐厅兼差演奏。伊讲这是伊上大的娱乐。好像只是一个。赚钱的一个工具而已哦，但是我也要娱乐啊。啊，这个音乐刚好是可以弥补我这一方面的不足。黄金国退休了后，专心伫伊的音乐世界，而且黄金国所演奏的乐曲，唔干那是照别人写好的乐谱落去走，伊搁较注重的是安怎将乐曲成做传达感情的工具。曾经一个客人他点了一首歌，用拍谁啊？老师，我跟你讲哦。我跟点这首歌，我都掉眼泪。为什么？因为这是我老婆最喜欢听的歌，而且有你们演奏起来特别有味道。经验丰富的黄金国，跟其他乐手在合作的时阵，会利用伊家己的经验，和演奏更加温暖。更加是利用每一遍跟少年辈合作，把伊的理念跟经验传承落去。比较年轻的老师，他们说：“哎，奇怪。”同样的一首歌曲，我们弹可能就是很平平淡淡，但是老师你弹为什么会那么会让我感觉那么丰富呢？他来问，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传承。黄金国表示，音乐是伊的第二生命，虽然伊已经伫工作上退休，不过伊伫咧音乐这条路永远未退休。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最近有举办新的展览，甲百多年前文化协会的组织具体化，予外界了解。嘛，甲当当时这部门的负责什么款工作，也够因为咱台湾的文化有什么款贡献，予不予大家知。十月十七是八年前文化协会成立的日子，今嘛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嘛用这个日子来号名，成立社团要招社员啊。在这五十钱，就是因的入会费，所以伫遮你会当把这个钱安尼投下去，你就会摕到一个
属于你的文化审核。立地社会的正宗文化的学弟妹啊，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甲分协变具体，亲像学界部、公关部的单位，公关部上出名的就是蒋伟水先生，现场用过去警察记录伊的演讲内容，予大家体验知影部门在做啥，予大家当体验讲。如果你若是蒋伟水，迄时你要去演讲，你会当试看卖伊讲的物件，吼，拢是讲一寡国际政治的问题，啊，有法度顺利讲出来无？佮有迄当初的《读报社》有啥款出版的刊物、小介本写人物、演讲条件等等，拢变作实体，予大家看会到。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表示。展览主要切入者的前辈日常生活，希望各界对这段历史搁较亲近。展期会到七月底。记者陈阿文小凯对北采访报道。啊，那文创商品即马伫台湾是真时行，不少人开始对工艺创作有兴趣。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伫去年毛创办《生活工艺杂志》，希望甲咱台湾的这工艺、这艺术推广予搁较侪人知影。无论是手工制作的木工艺术品，还是原住民的编织作品，透过技术，予人看到台湾工艺的价值。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除了长期推广文化工艺产业，佮创办生活工艺杂志，希望予佮较侪人更加明白工艺。借由文本比较系统化的一个归纳跟理解，那用生活的角度来 touch 到工艺哈。我们这次比较特殊的时候，我们不以工艺很教条式的当中一味在谈论工艺哈，而是在生活系统当中哈，让民众可以很轻松的在生活的步调节奏当中来理解到工艺。这次还特别邀请艺术家王霞君做第二期杂志的封面人物，而且在现场跟大家分享文化，唔呐需要传承。更加需要创新，对我们将来的创作，我想是很大的鼓舞作用。那么像我做很多的，最近做非常多的茶具的创作，基本上大概都从我们非常喜欢的这个所谓的茶道的这种仪式里面去找到很多的议题，找到很多的这个创作的灵感，那么从这里面把它导出跟现代都会能够对话的一种意象。主办单位希望大家透过故事，会使知影工艺的意义参价值，也对台湾工艺有更加侪兴趣。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清明有诶民众厝内会食润饼糕，最近菜市啊卖润饼皮诶是无用气气，有店头做袂起规气，用一工一万块诶薪水来请师傅倒赶工。切润饼皮诶手完全无时间休困。要赶伫清明之前做八九万张润饼皮出来，家己讲铺主果菜市场的润饼皮业者，阁用一工一万的台牛，另外请师傅来斗三工。三十块半，同齐开会落去做，爱做啊到深暝坐，暗时做通宵，拢无休困。哦，这太辛苦，一年这爱七几暝，规日嘞。家己一个传统市场内底做润饼皮业者，嘛是无闲赶工。因为米粉的成本增加，所以今年底销拢加减有起。去年的话，我们是一斤150，但是今年的话就涨50块，就变成一斤200块，是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原物料、面粉之类的都是上涨。加一次都涨到200多块，我们只有涨20块，我们现在一斤只有180而已。除了润饼皮、润饼糕的生意嘛是同款无闲。清明是台湾重要的传统节日，虽然原物料影响到计销，但是对民众来讲，该当爱看的物件。也是袂当无准备。记者林慧婷加记报道。根据卫福部统计，2020年咱台湾自闭症的人口超过16,000人。即摆有科技公司是发觉讲，这患者因伫工程这方面做起来比别人较认真，专注力嘛加较好，嘛找出因的特质，互相配合，要创造双赢。对验证件、校正影像、操作设备、自闭症的员工，伫咧科技公司做工程师，做3-5年的时间，这速度甲品质未输自深员工。DTM 跑那些测试项目，让 driver 通过验证，结果比较明确 ，OK 就是 OK，NG 就是 NG， 然后部门的人、同事、主管人也蛮。好的，实际上他们真的来上班的时候，他们是比较敏锐的。在一般人都已经测试完一个 cycle 之后呢，
那他再去做检测，他还可以再发现问题。加自闭症的员工也有人叫因心儿，因虽然伫咧社交、情绪、认知有欠缺，不过专注力甲顶尖的程度，有诶凭一般人加几落倍。有企业肯定因的特殊专长，八年前开始找因成立特殊部门，即阵搁要招30位继续投入工程相关的工作。不过民间团体认为，疫情之下，新增者的就业机会搁较少，呼吁政府要放宽全国义务单位聘用新增者的名。大部分去防接受的拢是这个肢体障碍，哈，真少讲哈，因看到因的优点，智能方面的问题，哈，的囡仔，所接受到的工课拢是类似一挂清洁的。对劳动部的资料来看，去年五月份疫情爆发，全国义务单位新增者正用的人数86000多人，其中自闭症有1500多人，占1.8%。到去年底，总聘用的人数加2000多人，自闭症加154人。劳动部表示，准备扩大招聘名额，要搁凝聚社会共识，修法讨论。即阵会先甲遐要未补足的单位补好招。记者阿敏金、张玉思。台北報導。台關心環境，淡水的泡馬蘭加省因為有12座小團電廠，空氣污染是真吃力。當地環保團體在2019年就以政府侵犯人民所清氣空氣的權利這侵犯這權利做理由告去法院。法院現在是判淡水政府一年來要改善。另外在美國的阿拉斯加州第一大城是政治2009年開始，便若是寒天、冬天空氣污染就真吃力。科學家現在當地找原因要想辦法解決。美國的阿拉斯加州因為原始美麗風景出名，很多旅客是要來這看極光，但是很少人知道阿拉斯加第二大城費爾班克斯是有美國最壞的冬季空氣。今年冬天有要加50位科學家來這研究空氣污染的來源，也有空污和冷空氣的交互作用。We're trying to understand what is happening higher up, because the measurements that we have on the ground don't always tell us what is happening higher up. 瑞士研究團隊和一粒氣球飛到365公尺高，每測量不同高度空氣中 PM2.5 污染物的濃度。因為這麼高的天頂雖然對流很旺，但是因為冷空氣凍掉的風無法向下吹，所以垃圾空氣一直沉在下底。根據美國環保署的資料，費爾班克斯自2009年以來 PM2.5 都超過標準。科學家說，當地空氣污染和北極其他所在關係很大。Local pollution sources in other parts of the Arctic, such as in Russia, in northern Scandinavia, where there's also a kind of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winter because it's very cold. So you get a lot of wood burning. There's also a lot of power generation from coal-fired power stations, etc.People using their vehicles, leaving them running. So the research we're doing here is really relevant to other places in the Arctic as well. 同款空气污染也真严重的，一个南非普马兰加省的高原地区，因为只有12座烧煤炭的电厂，是全世界空气污染上严重的地区。2019年，环保团体去发现国政府侵犯公民所清洁空气的宪法权利。今年3月2日，法院判政府违宪。And the court declared that the very high levels of air pollution on the Mpumalanga Highveld are a breach of residents' Section 24A right to an environment that is not harmful to their health and well-being. It is the first time in South African law, constitutional law specifically, that we've had an order from a high court of this nature.根據美國學者的研究，空氣污染在2016年造成當地有305到650人過早死亡。法院判政府要在咧限期一年內，針對改善當地空氣污染採取行動。公司新聞鄭偉林編輯。天气报你知，今日开始到拜三，西半部拢是好天，稳定的天气。今日只是暗时云彩较大，乡亲早暗爱脱衫。再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13度，上高22度。中部温度上低是12度，上高26度。南部温度上低13度，上高27度。东部
管温度上低十四度，上高至十四度。外岛的温度是十一度至二十二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九点，咱再会。